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西区立法会补选二号候选人郑永信。阿信的选情呢是现在是全面告急。希望咁多位各位其实九龙西的朋友3月11号呢记得投票。阿信已经在九龙西服务超过10年，过去有政纲有政绩，并不是空降落嚟，希望为大家做实事。希望咁多位朋友帮我行多两步，讲多两句，支持我二号立法会二号的郑永信。多谢你。